眼睛要斗鸡眼。然后流出来之后呢，好几次装神经病把那人吓跑了，超多次啊！啊，你有装吗？保护自己的方式就是装疯卖傻。常常被问遭黑社会排挤怒了，装疯卖傻赶跑骚扰男。我空虚寂寞，我好冷哦。你可以做一些正常的 pose 吗？我们是正常的，我们这样子，我们站起来。大老板联盟节目主持黄子佼以迷途风波停工，改由王仁甫和强强代班主持。有跟他交流或是问一下请教？哦，没有没有，目前为止的话是没有这部分。不过之前焦哥在主持上面就是确实有帮过我们非常多。那谈焦哥的新闻。焦哥的新闻，我想因为不是当事人啦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相关的状态。近来黑人陈建州也被大鸭等人控诉性骚扰，强强称是黑社会班底。我那时候在的时候，其实没有到跟他们是非常的靠近，因为他们本身就有一个本身的一个团体。那其实那时候黑人哥对其他对其他女生其实是蛮照顾，我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啦。对啊。那你有跟其他姐妹有联络吗？其实我都还好，因为以前黑社会人其实蛮多人就是。各奔东西，而且我太疯了，我想说他们应该不太能接受我这种这种型的啦。而且你那时候在那边的时间也没有很长，我没有到很长，你只是反串了一阵子嘛。对对对，你不是说你被排挤？也不是被排挤，怎么可能被排挤？拜托，强强被排挤，你这话讲的让我觉得很有玄机的啊！怎么会？你怎么会意识成为是被排挤啊？我从小到大没有排挤我，人家觉得我太疯癫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我这人就是像一阵风来一样，我是抓不住的女人，像男人抓不住我一样，也像风来，然后就像风又走了，真的是个风啊！会让你抓住我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也不敢抓你啊。那凡凡，你是有碰过类似的性骚扰？哎呀，性骚扰这种东西啊，因为基本上我跟你说了吗，我的有啊，他都骚扰别人的。因为我以前小时候曾经不在酒店上过两天班吗？我知道怎么拿捏男人想要对我干嘛的这件事情，我知道用什么方法给他们打哈哈，我就把他打掉，对我干嘛？把手牵起来，不要这样啊！哦，你用你的招数，有一些招数呢，装疯卖傻啊，我要回家了，好几次装神经病把男人吓跑了，超多次啊！你有装吗？教所有女性保护自己的方式就是。跟他约会的时候，你不喜欢这个人，你就在旁边，就是喝汤的时候流一堆汤出来，眼睛要斗鸡眼，都要流出来之后呢，我讲真的，老骗干嘛？他为了我曾经去跳桥，跳下去大汉桥还插在泥土中间拔不出来，这男的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他给弄走。之后呢，又弄一束花跟大西装笔挺来跟我约我出来吃饭，我就装神经病啊！你想跟我在一起啊？我平常还有打四号，啪，我说我这样打在脖子上，我这样才会爽啊！那他就吓得之后再不敢找我了。保护自己的方式就是装疯卖傻，有时候是一种很棒的绝技哦。这也是这确实，因为在你旁边就会开始害怕。对，我现在已经开始觉得我碰到人生最大的瓶颈。